澎湃心，向很多的民众，那我们所有的游行团体都会跟大家互动，也希望大家热情的跟我们一起摇摆。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是台南四百全程摇摆，好，让我们热烈的欢迎 SFC 的街舞团带领了我们台南的高校生，那一起来跳这一首